五月二日，马思纯在微博称自己看了好友周冬雨的新电影，并表示为周冬雨骄傲，还发文说道：“周小姐带我去玩了我此生第一次，也是这辈子最后一次的密室逃脱。我一进去就吓得一屁股摔在地上，周小姐在我身边狂笑。最后，她举起手机记录下了我悲伤的时刻。我为她的表演呐喊，她为我的胆小欢笑，还配上一张两人的合影。”照片中站在周冬雨身后的马思纯，手里拿着棒棒糖，咧嘴皱眉，表情委屈，看起来真是被吓到了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